水稻了，应该是过半个月就种水稻了。你们的家人，家人。摘几片紫薯叶来蒸糯米鸡。鸡腿切成块，切小块一点。切成了，我还有香菇拿过来，香菇切一片。放盐，五香粉，盐，生抽，这个是香菇水，五香粉，焯一下水，让它变软。放一块紫薯，蒸20分钟就可以。炒一下猪肉，把猪肉炒成半熟就可以了。八厘粉，这个是灯芯草。刚刚在外面割的，上锅蒸半个钟，这个糯米鸡是我儿子最爱吃，很香。